你卡卡来对，好不？你卡卡来对。你我说你人走对啊，我脚我卡蹬掉。晚上男子骑车在马路上，不过因为没开大灯，民警好心想要提醒将他拦下，不过就看到男子神色紧张，还不断强调自己是清洁队员套交情，希望民警不要过问太多，如此态度反而让民警起疑。加上哎，民警以为啊，我唔是人啊，伊姓王啊，我查查唔姓王诶，啊无诶，啊，我还在你后边讲，哦，我只能来报警啊。说车子是朋友借的，但是朋友住哪不知道，姓什么也讲错，让民警怀疑这部机车根本是被男子偷来的。啊，你朋友讲唔对，带队你嘛唔知，我帮你找，啊，你来偷看的咧。啊，但是你袂啊，你是不是偷看的嘛？大声疾呼不是偷的，但是一听到要被带回派出所盘查身份，这让男子非常紧张，只好全部都招了。右脚的伤势发作啊，那所以是说要拿来骑车是拿来去医院看医生。他一开始是说没有借给其他人使用，那他当下的时候也不晓得说他的车子已经被偷了。这名52岁的黄姓男子平常是混迹于万华区的街友，过去有多项窃盗前科，遇到警方盘查就谎称是清洁队员用来套交情。当天先在士林监理站偷车，便称脚痛要救。就医才会行窃，还特别挑选行驶在行政区交界，认为比较少有警察出没，没想到却因为大灯没开，反倒露了馅。记者李佳敏、刘志展台北报道。